与 Mavic Air 入门教学，使用 DJI Go App 升级固件。在升级固件前，请确保飞行器电池电量在50%以上。开启飞行器与遥控器电源，打开 DJI Go App。App 首页提示有新的飞行器固件更新，点击进入飞行器固件下载页面，点击开始下载。升级过程中，请勿断电或退出 DJI Go App 界面。升级完成后出现升级成功提示，点击确定。重启飞行器，再次点击固件更新提示栏。 App 首页将提示有新的遥控器固件更新，点击进入遥控器固件下载页面，点击开始下载。升级完成后出现升级成功的提示，点击确定完成升级。重启飞行器与遥控器后即可使用。以上就是使用 DJI Go 4升级固件的过程。感谢您的观看。